也算是。可能是刚才猫是因为这边我防反后，可能是应该不知道在干嘛，应该是接一个迟钝突进的，等于是可以连着防反两下。看不见了，什么情况？跳闸了。哎，卡住了。愤怒，换区，刚才差点没有没注意那边，又没了。饥渴了，怪好像是饥渴了。
这么远，他应该是够不到我，他一会儿会从那个沙子里出来。不应该省道具的，都用了会时间应该会不错。还是太贪，稳点打没有什么，已经瘸了，真的是太可惜了，就是太贪了。太没意思了，就打，就是扒地，然后再出来，扒地再出来，不会别的。还是太难了，想打快就冒。
这地不平啊，太难，太难打了。想攻击高的攻击打不到怪，我说平的石头打不到怪。看我，他妈瞄谁？这个不错，一下可以打两只怪。哇，天哪，怎么还不走？奇怪，你现在长枪的攻击会直接判定到离你远的那个位置，他怎么冲击这么远？但是我戳他的脚会穿过脚戳到手，现在就是一直在戳脚。那么甩不出来，真的是好难受。这哦，我黄的，没有防反都没有摁出来。怪的很厉害，像这边明显就是戳穿过了他的腿。
腿戳到了那边的手。别跑，我回来了。再打一遍，每次感觉打的都还行，结果因为太贪就猫掉了。但是不贪点也是打不出太好的速度来。这个角龙铁上靠，你实在是太水了。在说话没有？这什么判定啊？
怪呢。猫的闪光，我觉得就是有问题。没事闲的你往我身边放什么闪光，往远处放。AI 设计需要提高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每次都是放到我身边，什么作用都没有。又不是那个加血的东西。也想直接拿长枪的，这边的 spinner 打完之后人物硬直，我也不能理解，有时候快有时候慢。但是没有强方法没有出来，我没法接两段，需要。还是要多练，刚刚那个情况下要直接接迟钝突进，太需要顾虑的东西太多了。哇，这怎么？这是打猫？这旁边有东西，我觉得它是没有地儿走了。有地儿走的话，应该是我往屏幕的左方走，应该是打不到我的。
这个实在是太动作太快了，没法预判，甩尾太甩头，没打到，没有准备动作，晃动很大，直接刚才是瞄着胸的，马上更没有时间准备，直接就打到他脑袋上。换武器，会有我天哪，他的这个晃头啊真的是幅员太大了，
圈的攻击性值太大。受不了，我为什么现在特别想特别怀念二 G 时候那二代水和铁山靠的 hitbox。哇，这直接震退都没法防法了。是因为充能斧带饥渴效果，人没准用大锤打也是会给他打成饥渴，然后就直接去吃饭去了。但他往内区换，我追过去就花好长时间。追过去，那些消耗还是增加的，战斗状态根本就追不快。不太清楚震出来该怎么打。对，我摁成什么了？怎么 counter 没有出来？伤害倒还行，直接瘸了。没有，这个 screaming 炮都没有用。
次给他这么着打死。我为什么没有就是直接中招，我不太清楚为什么啊。像现在的陷阱跟 KO 进陷阱就直接两个时间是覆盖的，理论上应该不会有这么短的。
能判断在打谁。这是怎么被打到了两下？那这回又是直接是硬直恢复动作。错了，他们应该是直接冲盾的。哇，这什么情况？中招很多，但是时间还是可以接受的，而且很多的可以再马两下，还可以再陷阱一下。不对啊，不应该用这么弄的，直接是直接死了好吧。应该能更快。这边打大姨妈感觉上不好使，可能是打
子悠使用的防范流弹吧。这么快，操作混乱，真的是玩太多了。开始陷阱，有个 Pair Toad 在什么地方？想直接用这边的杆盾去防那个好那个方向的。
是什么怪？这个甩尾也是感觉上就是原来的怪的动作很，我是感觉上是很合理，然后这边新加入的动作就是这么长的准备时间。换切慢了，可能是。现在多了库鲁亚库，也是跟角龙抢地方。这回是刷出来了。
怎么这个人就好像刚才这么缓慢一样。运气不好都是。这个挺不好的，那能打到脑袋的怎么吹进去。注意馒头没了。怪，是充能斧收刀比其他武器要慢很多吗？就感觉这武器已经收起来，人还在那儿，还在那儿愣着。我明明都已经摁住了瞄准键了，就是没有反应。
这回是终于刷出来了，光刷角龙就浪费了好多血。这没有打斗，我有点不能理解了。机没有掌握好，这一套连接硬值太大了。想着这么打吧。现在不是打不过，简单点就是小心点打很好打。问题就是怎么快。又是起来没有晕完起来以后没有动作，这真的是，这我真的是改不过来啊！好几千小时的经验，就是下意识就以为这个肯定会做一个动作，结果就是不做，这怎么弄？
我怎么觉得地上都没有出土，它就直接从地里边漂移过来了。脑那东西打的话能出 KO 的，但是这个直接换走了。粉也忘吃了，心脏也忘使了。怪现在也能打怪，把大土包都打爆。浪费时间。
这怎么搞啊？老想打个怪不刷出来。我的剑怎么没有冲上？是什么情况？太棒了，开命全是错的，而且剑都没有冲上。搞不懂这个人是怎么什么时候才能挺好的呀，刚才为什么这么半天就人物一直在移动，武器已经收起来一直在移动，就是打不出去。
摄像机啊，什么看不见。操作失误，我的 mental 还没有结束，你一时间不知道该去哪里看有没有。不懂，我一直在加速奔跑，朝着一个方向。车叫什么呀？平常都上这边来的，这回跑这边来了。
点没有搞懂，为什么刚才我的 guard point 没有防出来？太糟了！哎，我这什么剑 ？AD 还有其他剑吗？我刚才也是脑子短路了，我不太清楚我在干什么。这是什么剑？但是你连圆圈都可以直接戳 ED， 没有看操作啊，都是按照四 G 的操作来的。我没有打出来，怎么又这么慢了？刚才不是挺好的速度吗？
我感觉爆弹的判定变得更精细了，原版中特别粗糙，你随便打都打不爆的。这怎么搞？操，又失误了。你这出龙车能不能出个甩尾什么的？逼死了！知道是那招是太……我的。弄地方，那招是硬直太大，但是
你又最好能弄出来，还是经验不足，就是在看怪的攻击。想打 DPS 太难了。不想中招很容易，想打 DPS 太难了。
这我就不知道了，我以为打不到我。跑我上面来了。
是打得不好。怎么这么大鸡腿，这搞不懂，已经断了一个脚了呀，平常没有事的呀，没有事啊，这情况可能我的充能没充上，现在充能符好像是有些攻击你只要一个键能按出来，能来地形吗？我觉得已经有点脑子短路了，在最后一把吧，在之后就不使充能符了，已经短路了，操作都忘了。
太烦了，一直的来回的车椅真的怪。推了方向，这个打法就是，总之我技术太渣，没法不停这么打，就是在看怪的心情。有时候他使出了适合的攻击，我都能打到；使了一些别的攻击，我就打不到。觉得不是不对，没法这么打 DPS。